所以每一个果酱都是不一样的价钱吗？还是都是一样 一次过一样价钱？它的整包就是3块了。其实不简单的，你穿一下。好好好，我来试一下，我来试一下。在那边讲而已哦。你是 left hand 还是 right hand？ 啊，我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那我就放传统的咖椰了哈。那靠近一点，然后帮它沾到满桌子都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在家里经常煮面包的。你茶这样厚了吗？很甜呢。很甜啊。好，那我少一点，放少一点，我放少一点。不会吃太甜，不会吃太甜。这样吗？啊，对。还好吗？好，可以吗？Bex， 你把那个面包也压斜了。Sorry， 它变成巴黎斜塔了。因为这个面包是很软的，对，要铺纸而已，不能压，压它就角就扁掉了。对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你们看这个。什么？有什么？我看不到。东西。你看。换另外一条，换另外一条。换另外一条，换另外一条，换另外一条。不及格。吉哥说没事。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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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我修一下就好了。他帮你修一下，等一下。他的意思是你可以走开吗？不会啦，在妨碍我工作。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街坊景观照视频。